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欢迎收看《宁史爱戴玩》。今天我们要来解放的是三太子哪吒。哪吒，吒吒吒吒吒。我们现在打的关卡是乾坤斗法风火转。可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讲他的那个关卡名字吗？好夸张！乾坤斗法风火转，载入中是怎么一回事？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嘛，有什么办法？就打过素材嘛，就是本身应该每人都有一只啊，不是，应该是都要拿的话都有一只剩下来。可是他载入中载好久了，怎么回事？就断掉了，断了吗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然后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个关卡了，进去很深入的地方。啊，又要再停一下了，暂停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进来了。这个要纯技能吗？应该不用吧。还好吧，应该不用吧。应该不用纯技能，我没有看关卡技术，好像不会难，很难的。我赚七块呢。哇，十块呢？是没有就不是。哦，他会飘哎，他还是会飘哎，因为他是队长。对对对对对，算是可以追打，那就让他偏好，让他偏，这样就可以再多洗了。不行，那他们永远都会自杀、啊，你懂吗？懂对啊，不能死。所以你用火珠嘛？哎哎哎，这交叉叠珠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懂。交叉叠珠，他们已经计划好了，就是打算把那个火珠给消掉，就是靠那个智慧。靠腰了，这种是不是靠智慧？靠腰。这种是靠样子控制。好啦，这个小巨雀啊，不是，它是什么？是超超超大巨雀。嗯、超大吗？哪里超大吧？哪里超大？啊、很大的，它的那个地方很大。那个雀啊，就是那个雀、啊。朱雀是就它鸟啊，鸟很大。鸟怪没错，鸟很大。对。你还要继续吗？那个麦克风太远了，可能收不到。会吗？声音好很多。好很多吧？发声很多。哇哦！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汤宝好多、哦，有够厉害的哦。四回合，我在他阿玲在那个时候在打字，哎、欸，卡卡的等一下，可以了。卡卡的懂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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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什么歌啊？好熟啊！歌耳熟是不是？是的，中国歌曲。姐姐。姐姐啊，那首歌叫姐姐。哦，姐姐吗？谁唱的？猜猜看。我知道，哎、欸，我最近有在听那个，哎、欸，这罗小白在打鼓的时候打的那一首。对啊，谁唱的？是他的父亲是诸葛亮。诸葛亮。对啊。这位是谁？不知道。好笨哦。不想理你了，继续打了。这位是谁嘛？我能秒杀他。你能秒杀他吗？我不相信。绝对可以。我是没办法。啊，有办法哦，但是只有六颗。好笑。哎，好痒哦。好痒，对，好痒。好痒哦，为什么会那么痒？喷死他。对，喷。新珠，新珠，冷一点嘛。有差吗？对吗？哦，好痛哦。哎，好痛，超级痛的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要叫我柳青珠了。你知道你有看关卡资讯？没有，忘记了。忘记了。你看你赔多少？你看看。好少哦。你看看你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。你这一只饺子哎，大哥，你是第九号吗？算了吧，没关系。哎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金。不算天将不算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才没有这回事。过分了。没有，才没有这回事。对哦，大家没有看我的神某卡，我今天打个广告，就是非常好看，大家。哦，没有超过五 combo， 他的那个也不算。回血不算吗？对，回血会不算，不是回血不算啊，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无法打到他。哦，追打也不行。对，追打不行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一定要五 combo 才会追打。哦，追打还好，所以就打六千是吧？啊，所以就绿个杂猪吧。绿个杂猪。反正里面有其他猪。对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好强哦！其实你专心回血就好了，他帮你打，其实不用自己打，只是靠他打就好了。多、啊，你等于现在两个队友了。有超级厉害的感觉，你看看，有一种很可靠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那你哪里可靠？我说三太子啊，就是一直帮忙追打。
哪吒，哪吒，山太子哪吒，哪吒，这个其实念法是哪吒，对，没错，技能存错了，好，快起啦，加油哦！是啊，不要笑心猪，不要笑心猪了，好吗？怎么办？他很下面，你看有没有心猪？有啊，很多啊，很多啊，一大堆心猪。先两组，哎呦，不能过两组。耶，暗猪会掉下来吗？有，有，就在旁边。死了，耶、yeah! 耶、yeah, ！我的真奈子解放了。会有故事吗？我不开心，有故事吧？会吗？我在想他故事会不会那个你知道吗？我知道版本有错，版本有错，然后不会有经验值那种故事。哎，没有故事耶，完全没有。他故事是不是出错？平常都有。三太子进化。哇，神花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多闻护法哪吒。不是多闻。多闻吗？多闻有臭味的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他的追打变成15倍。15倍有没有很听来？好像他从6倍变15倍，我觉得有点强。六倍吗？本身是？哎、欸，五倍，我本身是5倍。5倍到15倍，真的假的？他本身几倍啊？看一下嘛，看一下三太子。本身是5倍吗？5倍还6倍？那也太夸张了吧？那个变15倍超强的耶，超强的。这15倍多少啊？就是，哎、欸，10000多哎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往下拉。三太子本身是5倍，对啊，自身伤害5倍，追打一次啊，这样就很可以那个。那个转租就哦，就是练技方便一点，很方便哦，就是那个字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太熟悉，白痴，真火烈狱，所以说他应该会继承那种就是他的技能等级吧？就是我看看有没有可能吃一个东西后就升技了？有人说就是可能他已经用太多的话，不一定吧？他会自动升到满技是有的。是有听过，因为凤梨就是这样啊。你看看，你用的还不够多，哎、没有，你用的不够多、哦，至少要3000，至少再额外再用个3000。对啊，就是用的不够多嘛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好想解放啊，素材不够，素材不够、啊，好生气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喽，大家拜拜。